日前，有网友通过微博曝光名模和高富帅齐聚的三亚海天盛宴涉嫌聚众淫乱，让三亚海天盛宴成为这两天微博最红搜索关键词。陆续有网友爆料，涉嫌其中的还有徐峥、贾乃亮、杨紫、安以轩、王毅等明星，因有大量美女嫩模参与，且拍的内容性质不堪，一时激起千层浪，涉及明星也第一时间纷纷在微博为自己洗白，澄清自己没有参加这个派对。除了众多明星纷纷澄清外，三天陪睡赚60万女星也被网友人肉，有网友爆出该女星为新丝路平面模特车模的孙静雅，并曝光了她的微信对话截屏。在曝光的微信内容中可以看到，她写道：三亚特好做，正好有活动，人多了更好做了。更表示有几个人连续几天每天找我，在那里找我的都多给我小费。此外，孙静雅在微博发布3月底在三亚参加派对的照片也被曝光，昔日上传到网上的性感照也被网友一一扒出。截止4月5日凌晨5点，孙静雅的实名认证微博孙静雅 Linda 共发了109条微博，其中96条有照片，但遭网友人肉后改名为无奈淡定郁闷，更删掉了关于三亚行及文字图片比较暴露的9条微博。4月6日，孙静雅在个人认证微博上发布了微信、微博都已停用等消息，微博内容全部删除。